然后我的手机又响起来了，不回来。你可以放电风扇前面。我放冰箱。怎么样？修好了是不是？嗯。哦，搞定，继续缝。好，我等一下这边修理缝纫机大师。为什么他会这边一头是这样？太松了吧？他应该是线被拉太长，然后被缝进去。他直接自己看起来还是五正常一点。把它调到三看看。嗯。真的不一样。怎样？有酸吗？对啊。哇。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紧啊，它这个整个直接把。哪个是三？这个。就是九跟三。九三呐、啊。三就比较松。你本来是五吨多。你那松比较松就可以，你刚刚那个挑衅，你看我都可以把这个针头都插进去。这倒是不必。你看，穿线成功。傻眼你居然是这样玩的啊，九就没办法，这九太紧了，太紧，他整个陷进去。我要开始玩地震了，完了，看看十二跟 C 哦，十二跟 C 是什么？看我觉得你会精神错乱。啊，十二跟 C 调这个感觉就要用那个拆拆啊？什么？他这个感觉就是掰骨头。对啊，我会掰骨头，然后你就会变成骨头型。但这里已经有点错爆炸了。你可以把那块布剪下来。你猜我就缝远一点就好了。你可以直接缝另外一边。不行哦，我这样就看不到里面了。反过来。他要多那么多钱？他直接进不去是怎样？我觉得真要懒呢。他直接进不去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他这个太厚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是因为这个太哦，这个太还不紧，没有。他哇，懒掉了。他还是进不去啊。这个可能是布太厚了。什么？这是什么心电图啊？他连第一个步，第一针。那你用左脚之类的会怎样 ？C 是不是？来，用脚看看吗？脚，看起来短喽。可能是针太厚了，那针就那你只缝一层呢、啊？
你就把这个掀开来，直方便面了。这样可能有两毫米厚。对啊，可能它现在是几号针啊？十几，不知道，我看不到，你可能要拔起来。啊！你想吃？他是打我自己，他为什么从那个洞飞出来？接下来他加鱼了，还是什么？我非常开心。旁边找鞋的了，你看那一块，哇，打结的啦！他把自己没有吧？是这种编织方式是原本就这样讲吗？还是他打结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他会烂掉。旁边，要进去一点。行，我等你第一针都下不去。为什么嘞？我猜是太厚了。没事没关系，你放下去，我就换12A 好了，你看。他连进去都进不去，还是他头钝掉了，还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说他被你玩坏了这样？没有，我说他头就跟美工刀一样，就是消耗品的意思。你给拆下来。没有啊，没拆，没拆。人家扭回去，他现在超松的。现在，所以位置是。这个来改编，那D是什么鬼啊？好低。那个是缝扣子的那个吗？怎么酷？